좋습니다. 아, 정말 그 샤크 타이거와 유롱의 어제와 동일한 형태의 5세트 풀적전, 그것도 쉬지 않고 싸우는. 네. 에, 하지만 결국 전략에 유롱 팀이 집어넣은 것에서 근데 아랫대는 어제보다 더 힘들지 않았잖아요. 유롱 팀이. 이런 생각이 듭니다. 마치 방전사의 모습을 보여준다는 유롱과 샤크 때. 네. 네, 네, 이제 그 방금살의 전반에 아래대가 정말 진정한 조사가 기다리고 있고, 양 팀이 최근, 스타일과 두 번에 맞춰 봤습니다. 네. 이전 우승, 제가 스크린 세 번째 맞춰 준 말인데요. 오늘도 아래대가 조금만 해왔던 만큼, 잘 부탁하는 충분히 스킬을 가져갈 수 있을 것으로 예상합니다. 그렇습니다. 상대 경기에서 우위를 저어놓은 아래대가 과연 패왕의 자리에서 200m 챔피언을 지탱할 수 있을 것인지, 아니면 그동안의 패드를 딛고, Hello，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 WGL 冠军决赛的现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第二季最后的冠军战的，由韩国的冠军队伍 Alatek 迎战海雅福的代表队伍中国大陆职业战队翼龙。对，那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就事关重要，打的是 BOT 啊，在所有的地图里面，在我们的WGL 的一个赛事，就是只有七张地图，七张地图必须要先去决定前后的一个顺序哦。那值得关切的就是 Greenberg 跟 Steph 在季赛里面都很常会被ban 掉的地图，那大家的一个表现如何？这边看到是 Sand River 在韩国比赛里面算是很常出赛的，对，他们的赛章是一般地图打两场，打一个 Sand River， 在一般地图打两场，打 Sand River， 然后最后如果分不出胜负再打 Sand River 这样子，所以他们在 Sand River 的出赛经验是相当的丰富的。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韩国的冠军队伍 Alatek 的专访，他们在2014年，今年第一季的 WGL 亚洲区的决赛、亚太区的决赛里面也是冠军队伍，在先前中国大陆举行的 WCA 的锦标赛中也是勇夺冠军。那这支队伍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队伍阻挡得到他们。那不知道伊隆这支来自于中国大陆职业队伍，也是我们亚服最后的希望，能不能阻止外星人韩国人攻占整个电竞圈？就在今天。应该还好吧，我真的觉得在战争世界的一个比赛里面，他并不是那么吃手术操作跟训练，当然训练上面他的一个战术理解是需要很多，但是对于手跟键盘的一个负荷并不会像其他的一个电竞赛事来的这么强大哦。我真的很不想要在战争世界的一个比赛里面还要大喊 USA， 不对，在战争世界要喊Mother Russia， Mother Russia。对，所谓的 USA 就是在电竞赛事里面，因为韩国它本身的一个电竞市场跟所谓的环境、运营环境跟培训的环境都相当优异哦。你可以看到现场这样的一个主场馆也是为了电竞所设计的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个氛围下面，对于选手，虽然说Alatek目前还不是一个全职业的队伍，但是我相信在他这一场比赛，如果再拿下来亚洲伺服器的一个冠军的话，而且他之前有 WCA 又拿到了所谓的世界冠军。我相信他们成为职业队伍真的是有朝一日，而且会很快达到，因为在战争世界的一个比赛里面，电竞赛事也是在全世界的关注的内容里面。那这边要看一下来自于中国的一个强队翼龙是不是能够阻止他拿下今天这个算是 WGL APEC Asia 的这个主要的最后的总冠军，拿下总冠军就可以拿到世界大赛门票的4000分积分。对，我们今天赛前收到的讯息是这季亚太区的决赛世界赛的积分有4000点，拿下4000点积分基本上就代表说你已经拥有，也代表亚太区前进世界大赛的一张门票了。对，没错。那Alatek因为在上一季跟这一季都已经打入到最后的冠亚军决赛，所以基本上在三季过后，然后要去明年度应该是世界大赛这一块的话，它的一个基本应该算是稳妥的。对，应该是基本上是笃定进的。那第二期的名次会是由哪一支队伍？就还有第二季 S2 还有 S3 会才能够决定出来，因为 Team Efficiency 在 S2 的时候是第二名的姿态，他已经有一定的积分了。但是 Team Efficiency 在这一季没有打进去。上一季我们讲到，在这一届 WGL 下的这个最后总决赛，两队都是换人哦，而且两队翼龙 Gaming 以及逍遥客老虎，他们这两支队伍都是在 S2 第一次打入到最后的决赛，所以他们积分都是四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四支队伍，新一生女子、PT Super Friends、好移动 Gaming 跟校特老虎，他们的一个积分都没有很多。那在下一季呢 ，S3 是谁的这三队能够打入到最后决赛的话，那就很难讲哦。对，其实说实在，还有一定的可能性是，说不定 S3 Hate 或者是其他韩国的战队，如果在预赛里面就已经将阿拉特给击败的话，那他也是拿到两次的一个积分，那可能是一次的冠军。如果今天移动 Gaming 把他拉下来的话，是第二名，他还有机会是两支亚洲伺服器的一个战队代表 IPL 下出去决赛的，对，打这个世界大赛都有可能，是数字上的可能啊。对，但是还是要先看 S2 我们最后这一场 BOC 冠军决赛的结果，我们才能够知道说 Alate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阻挡住他们脚步。不过应该讲说喊 USA 在战车世界，我们不能喊 USA， 我们喊 Navi。为什么喊 Navi？ 因为看起来只有 Navi。我觉得还好哎，我觉得一龙其实在昨天的一个比赛里面，几张地图我觉得都表现的稍微可惜一点，像麦索，我觉得他应该是可以拿下比赛。对，在科伊夫张地图顺利拿下比赛胜利之后，在 Ansk 的一个50/100的一个细微操作，并没有操作到那么完美，而且在进场的时间跟猜测对方的一个战术都没有达到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所以才输掉 Ansk 这张地图的。那其实 Ansk 这张地图在待会的一个观赛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因为所有人在季后赛只有打 Ansk 这张地图一次，不知道是为什么，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可能都把它摆在比较后排、比较后面的一个位置去做选择。对，那其实，在昨天的比赛，第一个是 Ansk 的失误，第二个就是 Himmelsdorf 的这个失误。Himmelsdorf 的失误其实是最最最最为要命的，因为它是发生在赛末点的时候，而且是战术是很明显的。整个是判断错误了，陷入了一个迷失，认为说我一定打得进去。我认为不算失误啦，不算到失误这么严重，只是说在自己的一个战略已经被对方一台小 T1 给探查出来之后，必须要做一些转场，不要打白炮的战术打到底，或者是可以利用一个心理战，那已经被猜测到你想要打这个底线 K 号线的这个强弹点战术之后，反而可以将 G 号线给转进拿下来，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在那个 timing 点，三台的110跟50/100转向中央公园，再从5号线打一波往南打，可能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对手可能都已经在炮口都已经往南转。对，其实都有一个转进的空间，但是问题是昨天一龙完全就是头铁一波，那这个其实就是让昨天一龙输掉比赛最致命的地方。到现场观众相当多，有热狗，有 TOG， 对，听说现场那个 TOG 是媒体赠品，还有现场还会抽奖，所以看到现场有非常多的观众都到了所谓的神松谷 Square 做观赏，现场就抽很多东西，在热身戏院的大家也应该有，虽然说我们没有抽到，但是也有很多人的赠品，我相信大家应该荷包满满了。你不要再讲了，我现在荷包剩下500块不到。不如这样，因为刚刚有一些系统上面说我们两个没有抽到，就把那两个直接寄到我们这里。好，这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因为大家都远道而来到热身戏院。对，今天的赠品就是我们全部都要送出去的，我们不会有东西带回家。对，你不要讲的好像一副很阔气的样子。其实基本上跟我们两个没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不要再讲了，人家现场有爆米花，有可乐，我们这边只有白开水一杯。对，不过在线上的观众，我们是在这个周末啊，算是为了庆祝 WCL 的 final 啊，就是整个装备都半价。多久了？应该有一年之久没有看到半价。对，装备半价，其实这真的很划算，而且车库有吗？没有，车库应该专注员吧，我记得。没关系，因为反正重点是我要讲的东西哦。除了这三天会有这样的一个五折的折扣之外呢，现在如果是在现场的观众，或者是没有打开，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在群里面，在 Skype 群里面，或者是 RC 群、Teamspeak 群，可以告诉大家先把WGaming Asia 的这一个 Twitch 的频道给打开来，因为有去做 follow， 然后有去做官方网站的一个粉丝团追随的话，我们可以将这样的一个五折的优惠，或者是75折的优惠继续往后延。对，因为官方在这一次的比赛里面，针对于看比赛有一个任务可以做。做算解任务啦，如果到一定的追随人数跟同时上线观看人数，可以解开一定的是有一定的一个折扣的，我觉得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大家可以争取的福利啊。对，那当然啦，今天最终还是等一下的决赛，阿尔特这是来自韩国队伍，
能不能够再次击败伊隆，还是伊隆这次能够一扫前面历史对战记录的绝对不利，零胜三败，在今天 S2 最后的冠军的舞台上面击败阿拉腾。看到蓝方是韩国地主队阿拉腾，红方这一边是伊隆 Game 队，来自于中国战队代表亚洲伺服器出赛啊。那其实对伊隆来说，在亚洲伺服器这一边能够学习到以及对抗到的一个战队是更加多元化，因为其实 Asia 在各地其实有一样不一样的一套打法，因为在菲律宾这边 PVP Super Friends 带领的几个 PVP 的一个战队，在后面的一个白银级赛事跟乃至于 QYC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个大小的比赛，都会看到 PVP 的这个工会出现啊。另外更不用说 World of DPS， 这个 DPS 这个工会也是精锐进出，有很多的一个高等的玩家哦，都是在亚洲伺服器这一边可以跟大陆这边伺服器有一点不一样的生态。那伊隆这边除了打中国的一个比赛之外，也有打这个亚洲伺服器的比赛。然后后来觉得亚洲伺服器这边有更多的一个冲击，对他们的一个训练是有更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就选择来到亚洲伺服器这边做打比赛。那这边第一张地图讲的 BO7 就是七张地图都会打到，那双方的一个选择将 Rune 的这张地图是拿到第一张地图来打，这跟那绿队上的 Rune Unity 的选择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对，不过昨天在 Runeberg 我们打得超级快，对，三分钟缩盘，就跟刚刚一龙队上这个肖特老虎的打法是一样的。不过我认为一龙跟这个阿拉队他们打的会比较多战略性，所以这非常不一样的队伍，一龙必须要调整他的一个心态。我认为有机会往城镇区做转型，因为前面的赛事里面都看到一龙在 Runeberg 这样地都是一反往常打外围，那这场有没有可能做出战术上的变化？因为我相信阿拉特已经看了两天，他们应该会认为说一龙有机会要打外围。那如果这时候一龙能够转打城镇区域里面的话，那这场获胜的几率就相对提高了。嗯，是三支队伍，一龙、夏洛特老虎跟阿拉特。一龙跟夏洛特老虎在Runeberg 这样地在季后赛的一个表现，包含这个就是亚洲伺服器跟韩国伺服器的所有的一个季后赛表现，阿拉特也是没有在所谓的季后赛出赛过，在Runeberg当地，但是伊隆是有一个一胜一败的一个成绩哦，所以基本上阿拉特会怎么打，在季后赛里面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 data 可以给伊隆去打哦。那在待会的一个选择，不管是南面或北面，我认为在第一张地图 BO7 应该说现今因为平手就会双方各得一点的这个关系，第一张地图至关重要，所以任何的太过照进的进攻都我觉得都不是太适合在Runeberg当地做展现。对，不过刚才讲到进攻，在Runeberg上地图最麻烦问题是北打南基本上没有成功的可能性，那只有南打北有稍许成功的可能性，当然这个是建立在两边都是正常的布防，没有出现任何太严重的失误，例如说其中一台车突然往前冲被一轮收走，这种完全正常情况下，那基本上概率就是北家进攻南家是没有机会的，但是南家进攻北家在战术配合得当的情况下有些许的机会可以完成站点。理论上选边应该是有算是客队的利用的，这就要看，因为我们对，因为他是冠军嘛，基本上，因为我们赛前没有接到通知说是怎么样进行主客场的决定，那依照国际惯例是主场拥有选择一三五七四张图的权利，但是客场的话只能选二四六，但是客场并不是完全不利，而是他们可以选择一三五七的点位。因为我们刚刚常在开玩笑，我们那主客场是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人都说主场会有优势嘛。那在战争世界的比赛里面，大部分如果你有选择权的话，你都会希望选择客场，因为你可以选平。对，但是也有少数的，为什么看到天线宝宝？天线宝宝，天线宝宝的，你好，你看到你的同伴，你怎么样？等一下，天线宝宝什么颜色？我真的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对不起，我没有偷你。天线宝宝就这么有感觉，我有什么办法？好，那其实我们刚才讲到说，在季后赛中，在战争世界主客场的决定下，那主客场决定要看指挥官的风格，因为我了解有部分指挥官喜欢选图，他认为说南边、北边一二号点位出身。我们刚刚不在讲天线宝宝吗？对啊，你好。对啊，其实对于现场这边有看到Tog。Talk solo。对，不管怎么样，你看到现场的加油牌，如果不是 RRK 的，应该就是其他的队员了。
对，就是自己队员的。等一下，这中间这张我真的感觉不舒服，我真的感觉到不舒服。为什么？这好像是他们的，这张也不太舒服啊。我觉得韩国那边的观众蛮厉害的。其实，可是这三张都不太舒服啊。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一套好像是从韩国当地的这样一个比赛开始起来，对，做这个加油板。那在季赛里面，其实他们的一个风其实比现在这个小，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规模在。对，但是我真的觉得刚刚那三张里面，除了最后一张还 OK 之外，其他都很不舒服啊。不过我觉得这个我也画不出来，能够画到像小莫那样子，我觉得也太扯了。要不然我们现在这边有白纸，我们现场画 IS 三零来。不要，没有空啊，因为你要画自己画，我在画图程度大概就只有小莫的。幼稚园程度，那你知道我的国中、高中、国小，我的美术作业全部是同学代打，代打还自己讲出来，好不好意思、啊？怎样代打你总不能ban我的成绩了吧？来不及，但是可以学好一点。代打不可耻，被抓到才可耻。哦，那你现在不是跟大家讲了？好了，那反正不管怎么样，在今天这个赛事里面，可能双方都还做做谁挺，因为阿腿。他昨天的一个申请上面，其实我觉得这个调动包厢的部分也是蛮奇怪。那也有人讲到，在姚振志这边，现场赛的部分没有包厢，那你们是面对观众的话，基本上你当然是看不到大荧幕啦。但说实在的，当然这个是需要去人控的部分，因为选手只要往左后方一看，就是对方的脚底石。我觉得太明显了啦。对，所以基本上这个桌上是绝对不能摆放任何镜子之类。哦，不好意思，可能就选手想说，哦，我可能在打比赛的时候，我要化妆，习惯拨一下刘海，所以我需要一张一面镜子之类的，就不能这样做。没有没有，就是我习惯在比赛中这样子。对，你又自己切画面，自己切回来，然后耍帅。这个我不知道，这个现场的看大荧幕的观众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如果不舒服的话，那个这个健保费不用健保给付，你就直接去医院，然后挂号，然后请他开收据，然后寄到TSO 来给你，那你就帮他付医药费。你没有证明损害的因果关系啊？对，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在现场这么大的画面，然后看到你那边没有自己切画面回来，没有自己耍帅，这个因果关系太远了。你懂吧？我跟你讲，我身为一个法律人，我一定要讲这个因果关系太远，完全不干我的事。但是如果真的有不适情形哦，因为基于 TSO 的主办单位的立场，我们就希望大家车长都能够安安心心的回去打比赛啊，或者是参与比赛、看直播，或者是甚至到现场参与活动等等。我们关心车长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你还是一样把这些医药的费用寄到 TSO 来，但是没有用啊，没有人会买单啊。后面这个有那个费用啊，就直接会从那个费用里面扣。没有人买单，主播的费用很口，我会请这 TSO 找钱帮大家。那你知道我觉得这东西不是，你知道因为透过大荧幕跟我在现在隔壁的话，我觉得已经有一点不适。透过大荧幕一定会感到更加的不适。No， 你不觉得说你不知道我们在主播台上就是一体，所以我的行为你必须要连带负责，你懂吧？我们是一体的。哦，真的可以啊，没关系啊，我可以啊，没有问题。我们最关心车长。你是不是觉得你想要这样卖我爸人家他说关键 I don't care， 反正你有钱你修车都可以一万多少，对，一万三，对，不重要，大家的身体比较重要。因为我想象这个画面这么大，对不对？你就把它切回来，然后自己那边耍帅。可是应该是，如果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是看得到中文聊天室的，可以到中文聊天室那边跟我讲一下。但是我不一定有时间看的。如果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可以稍微关心你一下。你要怎么关心他？你要给他什么爱的鼓励吗？不管怎么样嘛，对啊，我们就是需要关心一下我们的观众，因为我们做主播菜品的，主要就是呈现最好的这个游戏画面跟比赛的体验。那一旦有人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我也阻止不了你切画面回来给自己看，对不对？要不然这给你控吗？给你控吗？我不控了。好了，我不控了，在那边哭哭哦。好啊，我们还是回到现场画面，不知道为什么 setting 那么久。对，在哦，这个五 G 哦，很强。哇，五 G 呢？为啥我还是要建议，为什么要有半桶水？不是重点，半桶水可能是车长常死，不是的车长会常死。可是车长死了，半桶水就没有用了。对，他侦查第六感维修半桶水，还有 EIA 行动手足嘛。嗯，然后最后一项是半那个
视野，视野对侦察。其实这样子的配法为什么要半桶水，我实在不太理解。我真的觉得你还在配灭火，学到最后没什么好学灭火。灭火或者是那个，其实虎是应该学灭火。虽然说在九点三甲板之后，它的一个前传动，传动已经被改掉，不会是引擎的一部分。但是以过往经验来说啦，对玩这个路线的玩家应该还是要学个灭火回来，还不错。对，可是半桶水的话，只有50%的效果。我看到现场观众，我是现场观众，我不舒服。我跟你讲，我认识这位先生，我认识这位先生，我跟你讲。你的奖金2000块还在我手上，你接下来发言，请你谨慎一点。你的奖金还在我手上、啊。你不要一直威胁观众啊！这个你知道现在画面很大，好像大概也有。我刚看一下，Skype 的画面应该也有个200至300左右。五层楼就大概这么。那我很想知道，因为刚刚我们没那么清楚，所以有看到一位桃红色一直跟我们。那位手的观众不知道是谁，我相信绝对不会是那位在聊天室发言的，因为他不会穿桃红色。我也很奇怪、欸，我很相信，我很了解我的。其实现场一直在拼这个看板，我没有看到我们小莫。刚有注意到，可是应该是在另外一区，因为他的看板是往区的。应该就是准备，看起来是准备完成了。左边包厢的上画面上半部的是一龙，而下半部的是阿龙。对，刚刚讲到一龙少一位队员的情况，其实这两天查下来，我觉得他们的队员有补上去那位置，因为他们把泰放为 T1 的位置，相对于把影响降到最低，不能说没有泰的 T1 车也还算 OK 了，还算大局观，然后一轮炮几次的一包还都算在 T1 battle 里面还胜率应该蛮高的哦。对，胜率蛮高，我基本上没有看到他输的。那两边车在第一场比赛 Winberg 地图终于准备完成了，那我们正式进入这场比赛。出生在地图北面。哦，有问题。举手，老师，我有问题，我的电脑不会动。我举得很快啊，现场这边奇怪，刚刚不是对肖木拉武打起来好好的，为什么对上一轮电脑有些状况？他没有换位置啊？风水，你也知道中国来的队伍很讲究风水，可能他们不如在他们这个红色的翼龙的前面摆一盆花吧之类的，怎么样？那你要不要摆个，或者是有滚水的滚水财源广进之类的？那你要不要摆个那个他们不能来的队的照片，或者是精神与我们同在？我认为最有用的，就有些时候我们不能做门冲啊等等之类的，然后需要摆屏风之类的。因为现在摆一个屏风放在阿尔菲前面会不错。可是用意在哪里？你帮他挡煞干嘛？对，不用。那他下面观众，譬如说他可能打个什么 G 啊，然后旁边打个七啊，那大概知道说什么意思之类的。没有啊，你这样看得到吗？我倒是比较担心人家在底下来个什么全员主场之类的加油方式。我认为他们在现场抗噪耳机，我相信韩国的技术绝对没什么问题。但是对于现场这个观赛的参观的人员来说，还有他们都会听到现场主播在跟讲东西，比如说我们一龙，他们现在全部走外围。对，但是那如果你今天是在现场打比赛的话，应该如果他现场，我记得那个场地的麦克风在开始的时候会切掉，就是依照现场在惯例，如果没有戴抗噪耳机的话，就是把那个声音。理论上他们是都是戴抗噪耳机啦，因为你会看到，选手基本上他会戴两个，至少两副，因为一个是抗噪耳机，然后另外是你自己的耳机。对，那抗噪耳机它可能就没有那个声音，但是甚至有人会戴到三副，因为它有赞助商的耳机跟现场指定你要戴的抗噪耳机不一样，所以对这边。Arte 这边是应该是有 Razer 的赞助，所以全部都是用 Razer 的耳机。对，里面那副白色就是刚刚讲到的抗噪耳机。那依照有时候是没有声音，有些是会发出干扰音的。它可能里面就会放音乐抵消掉现场的声音的音波这样子，因为这都是在电竞赛事常用的。那当然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那种工地用的大耳罩戴上去，里面一副耳塞，麦克风挂在前面，对，这样子就一切都最简单。不过这也是一种方法，都各有利弊，因为其实工地用的那一副戴久会很痛，因为它很紧，因为它可以抓完全的密闭。对，因为我之前戴过一副，那基本上你后面有人叫你都不知道，要他要去拍你肩，你才知道有人在叫你。那副就真的戴久会很不舒服，因为就是真的是紧。那抗噪耳机相对就比较
不会 no 不是这种东西，其实也是对于选手的这种线下赛来说，线下赛来说它是必须要必须要去适应的。其实线下赛打久了，还是会比较知道说现场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以现在都是打一个国际赛事来说，在现场至少在上一次我看到天天下现场的这个安装的软体就是 TeamSpeak， 所以对于你要打这样有机会出国打比赛，比较打这种专业电竞赛事的话，不管是我们昨天有聊到的所谓的原装的不要装 mode 的这样的一个游戏画面，以及另外你平常的沟通可能就要去习惯 TS 这套。对，这些我都不知道有没有注意过，像拿 V 的选手 Strike 在开直播的时候，他打的叫做 No Mode Pure Skill， 他就是我完全没有任何 Mode， 我就是完全我今天开直播就是秀我个人的操作，我让你看一下我没有 Mode， 我就是单纯个人操作，我连小地图车辆显示都没有，什么都没有，那我就让你看一下我是怎么样，我的操作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那个是选手私底下对自己的要求，因为你没有 mode 打久，你自己习惯，你到现场一样的机器、一样的设定、一样没有 mode， 那你打起来就当然是很快就可以上手。对，尤其对于选手来说，当然大家在装 mode， 我觉得有一项是特别好用，就是最后敌中。最后敌中这一项的 mode 是对于新手跟玩游戏它也蛮是很好用的，但是对于选手记位及记点位，然后以及随时有任何的车辆被侦查出来，它一个行姿上面的一个掌控的记忆，其实是这样的一个 mode 是会造成坏习惯的。对，那先介绍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和配车。出生在地图北面的红色队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职业队伍一龙拳的车辆是两台5100，一台 P69， 两台139，一台 P1。而在南面的蓝色队伍就是韩国的冠军队伍 Alte。使用的车辆是 RU251 五台，还有两台 T1， 这个很明显就是外野要做强攻一波。嗯，看起来我认为易用这场赢的话就是平手，因为这样的一个选择配车，血量上面来说真的太低了。这边护卡一下，扣一，那还好。哦，获得一个伤害的巨大优势，两滴血。TK 好像不算。没有啊，哦 ，TK 不算。TK 不算。对，那待会的这个伤害后期有这个两滴血的优势。不知道有没有会造成影响啊？那基本上应该还好。那现在一弄就是摆出北加最标准的防守阵型，因为他知道你这个阵容是全新台，全五台 RU251， 我只要不出去跟你交战，我采取完全的手势，你就是拿我没皮条。近距离绝对是获胜的，5100可以打一台半的 RU251。对，所以他现在这种布阵完全就是说，阿拉特你有胆就冲啊，反正第一场 Runeberg BO7。七战四胜，我第一场弄成1-1平手，我不在乎 ，I don't care。但是我重点是，我要确保我能够稳定的取分，拿下关键的四分获胜。嗯，所以看起来，我认为阿拉特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他的一个自信心十足，自信爆棚，有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嗯，那这边的话，有可能看到前面两场他们对上肖特老虎在外野这一边都是。有一点被抗衡到了，所以也怕他们也是选择那样的阵型，想要做一个轻盘在中央东方的这个城镇里面，然后做一波的一个交战，所以选择配车是利用他们擅长也认为最 OP 的这台车的 RU51 去做进攻哦。对，移动这边阵型的一个理由就是他们全部是连发车辆5100 T69 1390 Even Four 这边被剪掉了 ，Even Four 被剪掉了。虽然说想要去做探查，但基本上不会做太多的一个探查哦，因为对在后排这边的位置高低差其实也不是那么好被打到。对，刚才讲到说一弄这边的阵型全部是弹夹车辆，所以他们能够做盲射的空间就稍微小一点。因为 T69 还可以打 ，T69 刚好已经丢完四颗楼完弹了。对，但是5100就没有做盲射的空间。对，刚刚丢掉这一台 T1 车之后，瞬间直接下去做移动。对，这个位置上面来说最有用，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判断。对，这边可以做reload，它缩进去是安全 OK 的。一个僵局，基本上阿勒特这个阵型想要做强迫重整会很困难，因为在 A5、A6 这个500现在在防守这个点位，是对于视野的控制上来讲是相当重要的。你就算压到 A0，你也不一定看得到。对，所以我说这样的配车不是一种赢就是平手。对，那刚刚讲到，就算被看到又如何？我说进建筑物，你打不到我。对，你打不到了，而且有很多一个草丛能够做隐蔽，消光之后再出来，又可以变成是你被开光，你打不到。对，都还在互相的探查，完全都没有看到任何，都在互相的
乱浪费弹药，反正群开账号没有差，群开账号。这个将军 ，star 只有一个弹，要不要赌赌看做鱼肉？其实我觉得可以赌赌看做鱼肉。大概这个点，刚刚势必是有机会才会做进攻啊，我们来不会做防守的进攻。对，所以我觉得用倒是可以把它在WGOHR 的一个耐心拿出来。这边不太需要做主动的进攻，因为主动冲到对方这一边被熬肉已经破格到两三，三克的话四五百滴血也是蛮痛的，是不太划算啊。对，我觉得移动绝对不会进攻。如果他现在应该讲说，好，现在大家就各就各位，坐在原地不要动，然后手要看要传 LINE 的什么就赶快拿出来。哎，不行，在大陆好像不能用 LINE， 要用微信，微信还有 QQ， 对不对？对，要用微信，要滑微信的赶快滑一滑，等一下两分半后下一场。我们这边时间现在两分半，有 poke 到 Nightmare 一颗哦。对，那应该是蛮射中的。那 Nightmare 被 poke 到之后就应该就会马上跑掉，因为有时候选手会看有没有尘土飞起来来看到位置。对，他就有这种有中，赶快往刚刚的位置再打一发。这个距离应该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好判断，看得到，但是不太出现。看得到，但是就是要看选手瞬间的。现在两分钟，在这个样子没有意外是平手了，平了，这个绝对平手。那边行手这场的配色其实就是阿尔特想要针对一龙的打法，而一龙马上对自己前面的战术做出了修正，这是一个适应现场的场地的适应的过程。对，现在凯子在这个位置，凯子要不要乱动？不要手抖，按到什么键的话，其实都不会被发现。这边有人在聊天，就是说为什么要有一阶车哦？其实在，其实42的这样一个赛制里面，两台的一阶车在很多的战略位置上面，像刚刚为什么阿尔特要派一台一阶弯车去做探查，因为他不知道对方的开光在哪里，因为我们的视野其实上面有很多的一个限制。那一弯车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僵局上面做一些突破阵型或者是站点。站点它所有的车辆都是一秒钟一点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赛事里面，两台的 T1 车除了做开光、做战略的点位以及去站点之外，它的一个功能其实在主力部队在做进攻的时候，另外两条线其实都有可以派两台的 T1 车去做这个算是控制的动作。对，比赛时间只剩下一分钟不到，这时候它的选手们全军往后撤，避免移动在最后时刻全军压上来来赚取伤害优势。那其实我们从上帝视角当然知道说现在阿尔特的伤害是优势是领先的，但是选手可能不知道，因为他们可能没有看到是蓝色，单纯蓝色重的，对，他们可能不知道，所以他们选择是最保险的。那我们全军往后撤，那保住这个伤害，保住优势，保住这个情况，不要让损伤继续扩大。Reflection 躲的位置应该是停车格，对，停车格躲在这位置，其实就是看看对方在 Wimber 到底在玩什么花样。嗯，没错，其实基本上 Wimber 这张地图它就是在第一张地图产生出来的话，第一张地图就打的话，基本上就是分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对，那两边时间到底都没有办法完成歼灭或者是站点，双方在第一回合形成一个平手一比一的。在第二届的赛事里面，为什么第一张地图至关重要？因为在现今的一个记录上面啊，时间只有7分钟，基本都没有办法达到前肩或者是占领对方基地的话，就会导致平手。那平手的话，双方会取得一个1比1哦。那如果在用的这张地图易守难攻的地图里面，你去做强攻或者是一些底部型的一个进攻的话，基本上。如果被打爆，那后面大家就另外一方就有一点点优势。就只要后面，他只要像这种后面只要全部都打一个全防守，对，你要攻也不是不攻，因为全防守的话就是一攻，防守下去就是一个胜利，三个座，然后就会拿下这个被拒的一个冠军。我们看一下第二张地图会继续决赛，第三张地图现在不知道，现在一龙的队长看起来已经知道地图正在念他的配车单。阿乐在这边应该是觉得说，一龙这场战术变了，然后可能在讨论下一场地图会是什么样的地图，那我用的配车，还有一龙可能会用什么样的配车，我们等一下要怎么来猜。那第二张地图则是在 Mice。Mice 这张地图，一龙就剩少啊，
一龙这边在季后赛的表现是胜两平手，阿尔泰是两败一平手，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对战成绩上面来说，也是来的比较好一些。那在一龙上一次，尤其是昨天的一个比赛啊，麦子上地图两边是战成一个平手。对，我觉得要看这场阿尔泰会不会拿出我们昨天所讲的乱七八糟一波，就是每一台车都输一台 ，IS 三一台 ，T 三二一台。然后1390一台 ，T69一台 ，T49一台，这种大家都来，全部都来一台的这种配置。那昨天麦子张地图其实一龙对上肖特老虎，在最后一场第三场赛事，在麦子张地图是打得相当不错。对，那我蛮好奇这次哪一边是哪一支队？如果阿勒特还是要选择防守阵型的话，我觉得一龙倒不如第一波没看到东西就直接往零号线的山坡冲。是有机会的哦。那在麦子张地图零号线在9.3改版之后的三台新台，它的一个推动比这么高的一个情况之下，不像1390必须要两台车推上去了，一台车应该是在一个精确的一个角度应该是上得了去。251T49角度算准的话，可以直接上，会直接上去没有？对。但是就是角度要算准，这要稍微练过，因为那边偏掉一点点就会滑下来，然后就卡在原地不会动。比较好的还是有一台车帮他去推啊，但是在小城镇区东北角的小城镇区，有些时候还是会摆放一台小 T1。没有错，那 T1 车如果掉的话，基本上零号线就是可以开始拉，可以当三阳。那这套战术我记得当初是二福的，也是拿 V 先开始，拿 V 他们对地图的理解真的相当的。所以这些战队对于地图的理解跟跑图啊，应该就是基本的一些要求吧。对，而且南美常会开发出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点位，例如说麦斯在北加有一个缺口，在某一次改版之后角度故意改得很陡，那就是为了要防止说那V当时的最无耻的战术，大家叠一台 T1 车上去把你的部队给逼退，这招再度重演，所以那V有时候是主导整个地图的改变。对二福这边的一个比赛，那有很多神奇的点位都是看到哪边去做一些开发，那像 T32 在南加这一边也是有一个点位，一个石头是可以直接看到可以开上去，那也是不科学。对，那真的很不科学，那没有改掉，但是对于南加的一个防守来说，很多人看到二国伺服器的一个比赛，都会去做一些学习哦。这就是我认为阿拉可以在世界大赛之后，除了整并选手的这之间的这个实力之外，他们对于战术上面的理解跟研究，我觉得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花一些心思。对，我觉得每次看阿拉图，就是看哪位的比赛，都有一种你在这边干嘛？搞笑啊！就上不去，不要想了。然后接下来下一秒钟就上啊！原来这边可以上去，会有这种感觉。就看哪位的比赛，感觉就是开剑闸出奇蛋，每一次都有一点点惊喜一样。好，那现在介绍一下双方的出生点和配车。出生在地图北面的红色队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队伍雅福的代表队伍翼龙，使用的车辆是三台 T69 一台 RU251 一台 T49 一万。而在南面的蓝色队伍则是韩国的冠军队伍 Alte， 使用的车辆是一台5100一台 IS3 一台 T32 两台1390 T1。南面这边 Alte 还算是走了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阵型哦，来而是翼龙这一边用三台 T69 算是比较少看到的一个配车组。这时候第一波要抢山，这个选择是意料之中。那阿勒特是想要走昨天的战术，就是海岛这边跟家里的两个防守点位做相互配合，来阻止你从中间一波冲阵。回来平台是那第三二，对，六零的这个位置很危险。这边 Evan Ford 的 T1 车开始被 Shuckle 给抓掉，那这时候 Single Papa开了一炮，但是没有命中的东西，自己还好骗到对方一炮，还 OK 两颗了，对，丢了两颗，好吧，丢了两颗，而且自己血量被换掉，这点是稍稍不利的，因为你丢了两颗没有换到东西，自己还被换了两发的心理。这太局对翼龙来说还算不错 ，T69 也是在一个配合的位置，就T49上去做三连换的一个判罚，但是可以看到其实阿尔特对于防守点位也算是有一点研究啊，那一台的 T1 车在下面就不是一场开光。对，我觉得这时候可以选择推零号线，那个算做三，我觉得可以推三。在这个麦子正中央。我觉得要把 Shuckle 的251拉掉，让另外一台 T69 去补位，然后
让 Shuttle 的 RU 二五一从北到从山坡上上去。我觉得这样的配置会比较好，因为 RU 二五一的俯角还算可以接受，那火力视野都 OK 的情况下，我觉得有机会把两台防守的重车逼出来。对，就刚刚看Holder在讲什么，他们说就跟你们讲这样打就好了啦。好，这边的确是掉了两台第二组上来。对，但是不等待，因为上一次两军在做对战的话，那张地图也是取得一个平手。那这边看到 Shino Papa 完全不敢 low 弹。low 了，完全不敢 low 弹，被迫 low 弹。再 low 了，这边竟然 low 了，然后这边打一刚好一个 Taiwan push。哇，在这边一个神之意识做，算是 PVP Swordfish 这种神之意识，Shino Papa 看到之后赶快夹着尾巴跑、啊，马上绕跑，这种后面我在后面还要想要。哇，梦魇被抽过路费抽的有点多，血量一下被压到467滴血，但是同一时间走到底线之后，Shino Papa走不掉了，走不掉会被直接被带走，再一发就直接倒了，漂亮的一击。那这边抓了一台1390，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优势哦。后排阿区沃的也被定位出来，别两发下去血压制完之后 ，R 六一跟 T 六 T 四九可以往上。梦魇要往后退，梦魇不能够出来，一定要等 G R B 跟 Shuckle 把炮线带开之后才出来。这时候 Carl Zip 的 T 三二也遭到严重打击，这一场比赛对一路来讲是一个大优的开局。哇 ，Christina 没弹了，这时候 T 四九过来打一发，是90炮。九零炮，这样的话，这个持续输出能力会很不错。这时候阿吉莫倒了，阵型调动是调动的相当漂亮。这边又是一个Shuckle满血上来扛，拳头啪啪，Christina， 桃子也倒了。Christina 跟 Game 不要做最后的奋勇抵抗。一路看起来这一局胜券在握，有机会击倒阿尔泰。啊，在这边 Gimp 还想要过来强压，这边没有击穿，不过将对方应该是断履带，争取一些时间，让后面的 T69 来去前方做一个支援啊。这边对卡住了，这边卡住了 ，Ivory 这边再断一次 ，Ivory 再断一次 Gimp 的履带，让 Black 从后面有机会切入战场。哦、这时候目标的 Christina 不太好打，但是后面的队友来了，目标的 Christina 来了，直接打 Christina。直接收掉，没有问题。带走漂亮的一击，加 Gimp 血量掉294，再一发就可以收。这是一个七，哎，差一点，差一点6-1，漂亮的结尾。哇，这边这打得相当漂亮哦，这边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领先，拿下 Mice， 首先在 BO7 的第一场胜利，这边是一个2-1的一个领先。恭喜一弄，一弄这一局的阵型流动抓得很及时，他抓到了 Single Papa 一个 low 弹的时间点，因为刚刚 Single Papa 我相信他有做防射。那当一弄就在猜说 Single Papa 的心里说，这时候他会不会选择 reload？ 他这时候会不会 reload？ 因为他已经盲射，可以确定是有两发 reload， 两发已经射掉，那最后剩四发弹，他100%其实中间的时间很久，对，非常久，但是他还是有探头。那我不知道，我没有不太确定，我没有看到他第三发有没有打出来，打出来之后他还做 reload， 但是这个时间点我觉得这个是WT 电竞赛事的一点运气，因为你不知道对方有没有 reload， 或者是没有 low 弹的同时，你至少有算出他已经开过两炮。那对于1390来说，只剩下四颗，一台的 R 六一是不会被直接带走，但是 R 六一能够利用他的一个辐射炮的一个优势，不断的在打，在他37秒钟的一个时间将1390给收走。对，那刚刚这一弄队长 Reflash 这一波的进攻转进下的真的相当漂亮，从一二号线清进去之后，把整个奥特的阵型给撕裂开了。一开始 Single Papa 倒，后面就被迫要去支援。对，我这边不负责任的要帮刚刚他在面里面口白是说，就跟你说往海岸这边走就对了，不要有意见。对，可能在当因为看起来他们是有一个阵型上的拉扯，有稍微思考了一下，因为在第一波上对方没有上来一个同时，知道对方是打一个南加的一个防守阵型，必须要破的话就是从海岛这边破，刚刚破的是相当漂亮。Nightmare 也是在一个残血的过程当中，还是将自己的性命保留到最后，能够做持续的一个输出哦。对，那现在一弄也2-1领先，那第三张比赛地图是 Himmelsdorf， 那依照在WGL Epic Asia 在季赛还有季后赛惯例，一弄只要进入领先之后，会开始进入相对保守的节奏，会开始转进防守，还有防守后反击的节奏。对于阿尔特来讲，要突破这个防守后反击的阵容，会是一大考验。没错，在现今的赛制里面，的确就是这样打的。但是防守不能打太被动，防守后反击必须要掌握住一定的控图，然后引诱对方来到你想要
所谓包夹的位置，或者是然后 cut 的位置，知道对方的一个情报之后再去做进攻。对于这一个方面，听一分的其实做得相当漂亮。那在伊隆这一边，也是在亚洲伺服器这边学习了这么久，在几次的一个战术里面，其实听一分你怎么做，他打过一次两次，看到一些 VOD 或是转播，他都会很快的去做学习跟去 copy。对，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像 IS3 来说，他们就比较少用，他们会用 PB。那打法上面会稍微有点不一样。对，我蛮好奇是这场比论会不会选择 Timberstove 西北角的一个防守点位，因为西北角的防守点位上一次比论使用是犯了小细节上失误，没有一台车去探头去注意有没有人通过第三路。尤其另外一个值得探讨的是，一般来说 Timberstove 这张地图一定是三台5100，两台 IS3， 或者是三台 IS3， 两台5100。或者是另外的一个阵型，一零可以做一个搭配哦。我们看一下，他里面选择一个配车，出生在地图北面的红色队伍，就是亚洲伺服器的代表队伍，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职业队伍翼龙。使用的车辆是一台110，三台5100，一台 IS3， 还有两台 T1。而在南边的蓝色队伍，就是韩国的冠军队伍 Alte， 使用的车辆是三台5100，两台 IS3 和两台 T1。这时候翼龙好像没有想要做西北角的防守。对，这边看起来的话，应该是我刚刚正想要讲，但是讲的有点比较慢，就是。一般来说 Timberstove 它会派三台的110跟两台的5100，但是在做防守或反击，等对方过来主动做一个进攻，再去做算是防守或是包夹的这样一个阵型上面，必须要是三台的5100会来得更好一些。对，移动这个阵型有点的不太寻常，这阵型我看懂了，他们想要等 Alte 如果从三号线一波进来的话，他们只要通过 B5 这个路口，马上会被四门炮打成重伤。等一下会是 Black 开第一炮，同时当一个诱饵，把你的5100拉出来之后，后面三台5100会瞬间出来，把你第一台出来车给直接打残在原地。那这台车被击毁之后会形成的障碍物，后面的进攻就会受阻。对，而且它探头的地方是已经到路口，然后已经到所谓的窗口的后面。对，可以看到 Reflection 队长挡住了 Star 的110的下底盘，这样的话在110基本上拔不掉啊。这一套战术真的是从来没看过啊。对，这套战术，那以这样的一个战术，待会下山的话应该就是双方碰头，那双方碰头就要看一下。但是下山还有预警一个调动，下山觉得还有预警时间，因为凯有一台凯在土桥后面。对，他下台 T1 车就是我们讲的7742 T1 车使用的方式，那成为110跟 IS3 的掩体是最近才有的，应该是天宇飞行器的那个队长让牺牲自己当掩体之后产生的一个新思维啊，在亚服这边才有看过这样用。这时候 Alte 似乎想要从山上，是要做在疑惑，正在疑惑，对，应该觉得奇怪，为什么移动市场没开？七号线也没人，对，一二号线也已经推到后面也没人，嗯，是蛮怪的。对，对他们来说，情资上面对方应该是将自己不是掌控在西北角或是东北角。那5100要经过看的好，叮叮亮了，他也看到了，他也很聪明，马上往后移，因为他要把 Archwo 给拉下。我有一点害怕，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点那个啊。没有，我就觉得就有一点慢了一点。不过还好，因为5100要缩圈，炮压不下来。对，第一个压不下来，第二个是要缩圈，那可以把这个 Archwo 的5100给拉下来。这个时间点算的也还算蛮及时的、啊。对，那现在就是说，如果从八号线进去，这波移动要怎么做反应，我会很好奇。那凯这边不断把阿修定在原地，这一点蛮重要，因为他这边是一个 bait， 对方打，但是他这边有一个缺点哦，刚刚西北角不知道有没有清空，知道西北角有没有人。那在 B 五这台 A 五在110，Star 的110刚好是正对着五号线进来这个通道。对，如果你走五号线的话，就太棒了，赢定了，赢定了。那到时候就是四台车瞬间一个大转进，你没有在西北角这边有做一个清查之后，你就去走五号线，那基本上比西北角进来更惨。对，鱼快上钩了，鱼快钓到了。这时候你有没有看过一个国家地理频道节目，那个钓黑尾鱼那个，有没有看过？现在就那种感觉，那种感觉黑尾鱼已经在线的末端快要可以鱼叉拉上来了。他们已经差完全了，那个Cosave 你去吧，你输了才输。回来了，又对外，就说不行，我们要进行三战两胜的猜拳制度。可是问题是，你这时候不推，等一下3-2，赛末点是一龙拿下来，你们压力会很大哦。你确定不推？来等一个时间点，看起来是在等一个时间点。
我猜等两哦，阿提沃拿掉了 T1 车，这边有一个分兵，但是也不知道对方在哪里，所以还是在等。这时候先按兵不动，继续等，因为他没有走底线，底线 T1 车必须要去做探查，这边阿拉提的 T1 车很重要，阿拉提的 T1 车要走对位置，他没有转进路口，看到了。看到在阿奇沃的直线被击后，达四百六十二滴血，被迫往后拉。东西都看到，直接冲进来，但是他不觉得很奇怪吗？少一台车。对，正面同一时间开始爆发交战。哦，有一个无敌一零，无敌一零 ，Star 这时候还把石头帕收了两炮，可以出去了，可以出去，全军大突击，这 Black 率先到大部队直接冲了出来。但是 Christina 应该会被集火打掉，没有问题。Christina 走的位置错了，对，可惜血量接收掉，收掉没有问题。用 I 三换掉50-100有钻头。阿迪沃这时候应该在做肉弹 reload， 哇，完了，完了，没事。那这边一零可以退出来了，一零无敌一零，冲啊！我觉得现在这个剩下两分钟不到时间，阿勒特这一场要逆转，难上加难啊！好，不过这边以50-100为主的。中 gaming 这边是稍微退了一点，对，因为现在三台都在做 reload， 被迫往后拉，就是阿丘洛的应该差不多要 reload 好了，对，阿丘洛会先跑，对，但是 Nightmare 梦魇啊，这边小狗被挡到，梦魇还藏了两发弹在弹夹里面，剩下一发交出去，漂亮，交完之后10可以收掉，10可以收掉 Gamp 的 S3 没有问题，直接要不要来一发？哎、欸，这个没有换，没有换，应该换哦，应该要换，啪啪在。哇，石油炮是满弹进来，为什么？哇，时间还有一分十秒，会不会到达？这边先 reload 的是 GRB， 这边直接被到达回来了，换掉。这样子的话，哎、欸，可是 Star 为什么？对，刚刚 Star 没有出去换哦。对，这个战术的这个 BAP 并没有成功，刚刚。仔细一想，刚刚阿基沃他的一个弹药可能全交，或者是他在做乳肉，他一个残血上面应该要派一台50-100下去压，将他给压掉，会来得好一点哦。那刚刚急着想要让正面看到了所有正面去做一波的进攻，我觉得正面是四打四，伊林没有出去做进攻，所以这边稍微可惜的一点，我觉得是正面太早出去，因为正面那一波出去的时机点不应该那么早，应该是要让。阿勒特再进来一点点，他阿勒特只要再进来一点点，他就进入一个没有办法退回去的一个点。那这时候移动这一波瞬间打出去就会刷到成效。那刚刚阿虚沃在50-100剩下452滴血放他跑掉，那真的是很大的一个失误。其实有空间可以分一台50-100回去收掉他，因为50-100反正底下也是四打四，也是四打四，我分掉一台我再回来都还来得及。但是对五种换掉下来可能还有三八弹。对。这个真的是，我觉得是队长最后一面之间发生了一点点，可能是太着急了。所以我觉得刚刚的那一台凯的 T1 车被打掉之后的一个反击并没有做太好。对，其实凯被打掉之后，毕竟知道有一台50-100要下山，那所有的人刚刚是有将炮塔转到后面去，但是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打法，因为对方叮叮完之后还是撤回去，所以你可以看到没有办法将他在第一时间里面收掉，太可惜。对，刚刚 Star 的10没有把 Gimp 那 S3 收掉，也很糟糕。如果 Gimp 那 S3 一掉的话，那么接下来我相信战局还有一点点转回的空间。啊，没有关系，现在进入2-2平手，第四三三平手，这是一个决胜局，这地图实在可以。没有2-2，刚刚移动有2-2，对不对？对，2-2平手。那第三场比赛在 Cliff， 那这场比赛谁赢谁就停牌，对两边相当的重要。这张地图在昨天的一个比赛里面，翼龙也算是打得还算不错，两战都是全胜。那阿拉特这边是2胜1败的一个成绩哦。那两边的一个对战阵容，移动对上阿拉特应该可以这边是移动拿下胜利哦。对，那这边要看看移动这场会不会再使用两台 T4的，移动蛮喜欢用两台 T4的在克里夫用90炮，因为俯仰角还有它的速射炮的压制，其实效果相当的不赖。跟阿尤尔一样，也是差不多的一个效果，但是会造成对方的压力，因为还没有碰面的时候，你不会知道他是意外还是什么。对，然后第二个就是，其实俯仰角，美国车的俯仰角就是恶心变态，都是不死。对，就是恶心变态，那个真的就没话讲。那第四场比赛第九可以
现在比较是谁？现在两边都相当应该都相当的紧张了，因为2-2紧张，我都紧张了。我们要冷静，要相信，要相信一路，要相信一路，要有信心。他们一路这支队伍一定有办法打逆风。你不要把他看成跟兄弟像一样，好不好？哎、欸，我知道，我也不想要接你的话哦。好，这边已经进入到关键的这一局了。好，先介绍一下双方的出生点位配车。在南边的红色队伍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职业队伍翼龙，选择使用这两台 T69， 三台 T49R1。而在北面的蓝色队伍则是韩国冠军队伍 Alate， 选用的车辆是四台 RU25，一台 T49 和两台 T1。三台 T49，我觉得就有空间混一台152在里面。对，没错，我们这边不要说混一台152啊，混一台 TOP59，你可能也看不到这么多6959、49，长得很像，都是数学双方看起来在 Curve 正中央会打一波交战，而且阿泰的一个走向应该是会第一时间点翻过去，要打大包夹。这是一个新的 Meta 吗？ T49 走在最前线。哦，果然没错，没有开火，他们都没开火。一台装 ，Despire 这边打出去一个交换，305D 一个高伤，算是有稍微赚到一点点。但是后面的 T69 马上会投入战场，这个 Shackle 血量掉得有点快，我觉得要赶快找掩护才行。对 ，Shackle 都是在做第一线进攻的，这边阿迪沃又是一个残血，剩下半血，那 Shackle 这边血量只剩下一半。也是所剩不多的血量。这边这个高俯角相当 OP， 这边正上方 T49 没中。Shackle 跟黑鹰两台 T69 瞬间倒了，这一波下去的一弄就难打了。这边应该是152刚刚那一发没中，还在多漏弹。哇，这一发打去300多，打去之后300多打完之后，现在目前是一个2-3，行动啪啪是一个残血。我觉得先说行动啪啪。先说要行动啪啪，这个速度太慢，但是GRB直接轰了下来，收掉之后只剩下GRB的一个残血，那31血了，大势已去，那这场比赛应该会由阿尔培拿下。对，其实翼龙很喜欢抢正中央的一个山哦，但是最下方这一排他必须要，其实可以派两排的这个 T69 去做护守。T69针对于一台的这个新台做的组合，速度是相当相当快，而且血量上面来说还稍微略胜150。可是问题是，你分两台 T69 下去，正面只有三台 T49 的情况下，遇到刚刚阿拉腿这种强压战术，上面会倒，然后后面两台 T69 再投入战场，会变成一个下水饺。所以 T69 刚刚那个地方，我是说，三的弧形的外围比较平的地方，不要让对方直接冲过来。那你三台的 T49 就可以专注于在山上这个坡道上面山羊之间的对峙。可是问题是抢外围的话，那个 killing zone 就是我们讲的射击火力区域，会比直接冲山下还要快。但问题是在于说 black 跟 shackle 停在原地，因为刚刚不应该停在原地，它的位置应该是 T69 站的位置。没有没有，我认为是应该要直接压到山脚底下寻求掩蔽，因为刚刚那位置很明显就是对方已经就位了。这时候 T69 赶快到山下寻求掩蔽才是正道。我觉得这个是 T69 的一个问题，因为机动性上面来说，对方已经抢山 ，T390 跟 T49 跟 RU25 已经抢山的 timing 点，它就是会在比较后排，差不多70-100公尺左右后面的距离。对，所以你要停下来收圈打探头的人，还是要继续往前冲，因为你继续往前冲的话，对方已经知道你在移动当中，那你可能在这时候就会先被破门到一下。所以 T69 一个选择，在现在的 Meta 里面，是值得探讨。那这边双方阿尔佩已经拿下今天的一个算是 Champion Point， 对，今天拿下了，已经逼出赛末点了。那第五张地图则在 Steps。双方在季后赛的一个出战都是有获胜的，那翼龙这边是1胜1平手，阿泰是2战全胜，那包含昨天对上肖特朗普那一场胜利。对，其实昨天肖特朗普那一场不是不能赢，而是我认为是战术上出了很重要。对 Steps 的这张地图的理解有问题，才会选择在西北角的位置来布防。这边以集火效应来说，阿尔佩其实也蛮习惯打 RU5 跟 T49 的一个搭配。那我认为翼龙在这个集火上面的一个判断也不会来得太差。那在这张地图能够要打一个防守或反击，他没有这样的一个本钱，他必须要跟对方走第一波的一个交战。那对于阿尔佩来说，在这张地图要走防守或反击，他的一个复杂性是比较高的。对，那这场翼龙
已经没有选择被动车种，就是例如说 D32 这种重车的被动车种本身，反而必须要以快速的车辆为主，想办法争取突破战线的空间。那里面选手也被完毕，选手都准备好了，将进入到最后的这一个关键的一局，在 Steps 两边是没有在 Steps 遭遇过。该怎么讲？现在这种情况，两边选手应该都相当的压力，都相当的大。那先介绍一下双方的出身点和配色。在北面的红色队伍是雅福的代表队伍，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职业队伍翼龙。使用的车辆是四台 RU251， 配上一台 T49， 还有两台的 T1。而在南面的蓝色队伍则是韩国的代表队伍，韩国冠军 Alatay， 使用的车辆是五台 RU251 和两台 T1。那没有问题哦，出生在北面这边的翼龙是打一波。对，那 RU251 这个 Alatay 的阵型明显就是要把你吊进来打。那 Single Papa 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东西。这样看不到了，因为他走下面了，他故意藏兵。对，南面这一边也没有摆车在零号线，所以还好，这边就只能这一个人探头就好了，还好。我觉得探到前面那个山丘都还可以接受，还好，因为其实，在阵型上面的搭配，如果你还可以抵探，是让对方有一点措手不及。对，这边选择对方没有在这个位置跟你做正面交战的话。用这边右将顾慧给拉了回去了。T19现在七分钟的一个时间的赛制里面做一个阵型调动，必须要很快。Alatay 这边的阵型看起来是要打在 Steps 对上 Hike 的那一招，直接从一二号线突入，但是一弄好像有警觉到，马上全军回防。对 ，Hike 这边之前他打的是 T32为主，所以他在现在一弄队的位置做布防。对，那一弄的 T69刚才看到是装9号，就是要拼射速和利用地形扶摇角。那这时候一弄直接全军回撤，这真是神预测啊！在这个位置上面直接回防。对，这时候 SOD 的 T1 车有看到东西了，哇，全部看光光。但是我觉得要把 SOD 收掉会比较好。对，一定得收啊，对，一定得收。那被看光光之后，可以再做一波的一个阵型调动，时间还有5分钟，时间是来不及的。对，我觉得再把 Evan Ford 的另外一台 T1 车给收掉，真的是回到半路。不要走这条路，对，反正走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其他队伍就不能走。之后 Alatay 又在全军做一次的转进。对，Alatay看起来就是不跟你打一阵，很明显哦，就是有一个时间上的优势，你不强压，基本上。他就是绕着 Steps 跑。我觉得要把 Evan Ford 在 T1 车两台 T1 车抓掉之后的话，那 Alatay 就会陷入相对被动的形势。对，用就有两台 T1 车可以做站点，所以 T1 车也不能送。对，所以我觉得这边用可以再做部队的调防啊。反正我就被你猜，你就要是逆时钟转，就是逆顺时钟转。那总有一天我们就碰到了。那没有碰到的话，至少碰到一台 T1 车。T1 车收掉之后，其实哇，这边又看到了。看到，那这时候收到之后有两台 T1 车做站点，其实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这边双方都已经碰头了，这边人数还好，都还没有人在山坡上没有被破格到。对，双方这样子都没有中。那边南面一样是用90号，这一边电调1号还好，这边一个操作相当不错。这对 Flash 压力应该很大。我之前听过一弄自己他们比赛的那个。指挥的频道，听过他们那个真的是脏话满天飞。他们队长一战况要怎么知道一弄的战况紧不紧张、激不激烈？听他们队长的脏话多不多？这边刚好调回来，将 T1 车的收掉，其实还差很多。不过还好 ，Recursion 走完这个草丛很聪明哦，会看到。那他只要往后撤，利用石头的掩护就可以安全躲掉。没事。那这边有一台 T1 车偷偷往上跑，不过 Recursion。必须要将自己的部队往上调动，还有看到所有一个车辆都跑过来了。那另外还是 T1 车，T1 车掉走了，没问题。那在这个位置要做远处的 poke 吗？这很远哎。对，这有点远。那时间剩下2分50秒，开的 T1 车应该是掉了。没事。啊？哦，看到了。这时候在这个时间点必须突进，有一台 RU51 转头了，在这个位置进去做进攻应该还算可以。看来这边还有造成破克哦，
一点点。对，这时候一弄趁利用这时间冲进去，然后 refraction 正在做站点。对，这时候一弄只要把阿尔特挡住就行了，因为没有 T1 车的关系，阿尔特要回去。哇，但是 T1 车要掉了，没有人在后面掩护。啊，这个亏成马、这个战术整个失误，怎么没有人是底线挡？那这样的话，游泳被迫要打一波，直接包夹进攻。现在的阿勒特的阵型是被压缩了，游泳有机会，如果夹到的话，就是一个两面夹击。两颗 poke 还算是将比这个平了回来，但 T 四九的一个位置比较差，还好，还好，这个不好打，他比较探头啊。对，可以，可以。Deep 可以探头，但他没有血，居然没有看，所以只剩下一分五十秒。要打了，真的要打了啦！这真的不打来不及哦。其实，在双方在做交火的时候，你根本不会注意时间，只剩下一分四十秒，在这个位置，如果让任何一台 RU 一跑掉的话，你这辈子都追不到他。一弄一定要进攻，为什么不进攻呢？一分半钟，该压啦，大哥，这场不压就是输了。可以打十几颗，基本上还是可以，一分钟可以打三十颗哦。对，一分钟可以打二十颗，说错了。还算可以，质量上 OK， 都是单发车辆，可以打。快呀、啊，进攻啊！打一面还是要打包夹，这边是想要打一个正面，必须冲的。冲了一分钟。你看阿拉特他的一个阵型是一个四一，最后面那一台是一个蓝血的西诺帕塔，他随时有状况，随时就逃了。他一有状况不对就是跑了，那这时候直接要往前冲，被迫。不错不错，这样的一个阵型，枪线的带开。GRB 牺牲的那一把枪线带开，这时候倒阿许沃倒了，石油爬爬也投入了胶弹，但是这个集火炮口都没有对上同一排。莱梅尔，石油爬爬会倒，打完倒完之后变成是二打三，但是 GIMP 也要倒了， GIMP 收掉吧，一发带走，再一发， GIMP 再一发，这大家 miss 很关键，哎，收掉之后都被撞，哇，只要是大一台车被断腿，那这场比赛应该就会有一。阿尔特拿下了，哇，在 step 上地图展现的是相当不错。对，真的，以他们的一个战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关键是在刚刚 Team Scope 那一场。那这张地图，双方在打 step 这张地图，刚刚讲过，在防守上面并不是来的那么好打，所以阿尔特这边的一个战术思维也是相当不错，他就是跑给你追，做的都是 RU 五，也不会有任何的机动性的一个问题哦。那在这一边。T 四九的一个关键，我认为四台的 RU 一配上一台 T 四九，那台 T 四九应该要上一五二，对，因为它才会有它的一个特性存在啊。因为你要上九零号，军伤是一样的，俯仰角是一样的，血量是，我记得是第一百，对，第一百，所以它并没有任何的，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在那边，除非是你今天德国队，德国没有主流。对，一千二唯一的一个状况，一千二对上一千一。那我们这边收到消息是，我们必须暂时离开主播台，要换到现场的画面。那我们这边跟各位观众朋友们，先暂时要终止一下直播。那请各位观众们看一下我们赛后的画面。那这边阿勒特也很有风度的去跟一龙握手拥抱。两边其实交战过很多次哦，就像我们之前讲的，一龙其实在对死的对上这个阿勒特的一个成绩是。战成败，对，但这一次其实已经将比分是拉得比较近了。对，那当然还是要恭喜阿勒特，因为这场真的是很可惜惜败。那我们先，那我们现在要先转到在西门热身剧院的现场，然后休息，暂时休息一下。
네샤롯타이거를비롯해서일로한주의세팀모두에게정말훌륭하고당신들이있어서월급가빛날수있다라는칭찬보내드리고싶고요자저희는잠시신상식으로모두를축하드리도록하겠습니다덕후의팀인데요
시간이었고요우리일본선수들과중국선수들정말강력하지않습니까그리고정말많은스타일과저희한국선수들과도다른많은볼거리를제공해줬는데결국저희가우승해서정말좋습니다자그리고앞이지금보이는지굉장히궁금해하시는분들이많아요네예저잠깐민지원하긴한데저도이제이거받아서할겁니다그렇죠뭐그리스가아까앞쪽에있는늙어들도있다고걱정을하는모습을보는데진세가는정말앞이안보인다는거를네좋아하던택트가갑자기꼴도보기싫어질수도있어요자이번대회팀에서가장이기억에남는경기가있었다면어떤경기가기억에남는지네지금방금이제마지막경기스텝스와힌넷스로프에서거의전체경기의순간이있었는데네팀원하나를다집중을많이해서네이집어보겠다고그게제일기억에남네그리고이3회를차지한우리일본팀선수들을보고서많은팬들이경악했거든요저렇게극단적인집회력이나올수가있는가지금본인의입집에아시아최강에다니는또위협한팀들이이렇게생기고있는것들에대해서어떻게생각하시는지네특히일본팀같은경우는그학교를모공장에굉장히순진하게들어올줄알았는데굉장히공격적인것같아요네아주굉장히이상하고있습니다네자지금본인아시아최강의자리를이렇게압박하고있는아시아팀들도있습니다만은이제는그랜드파이널에가서전세계최강팀들과쉽게어깨를나가게하고그래야될텐데그에대한각오한번씩부탁드립니다여러분언제까지세계에서지금한국만보겠습니까네우리가저희가중국에서이미1등을하고왔지만은아직그게치끝이아닙니다내년에있을폴란드에서 WJ 파이널에서저희가꼭우승을하겠습니다멋진 경기와 멋진 경기들과 찾아뵙도록 하겠습니다. 여기까지입니다.